新年长假过，明星们平扫红包的日头终于过去。虽然娱记请一至五卫视的名单上没有周立波的大名，但波哥说了，咱不是没钱，而是低调。这不，近日新一期《出彩中国人》开始录制，评委周立波又被拍到以豪华房车代步，还以为是之前的小黑，错，这辆米小彩可奢侈的多，百万价值以上那是少不了的。话说之前保镖们伺候还险些害波哥闪了腰，这回波哥索性让他们通通下岗，换成价值上万元的两轮电动车代步。不过这从剧场到房车就只有短短几步路，也太矫情了吧。但小编再仔细一看明白了，瞧波哥往两轮上一杵，偌大的手柄顿上波哥上围丰满起来，感情波哥是在时刻用自己的名言警示大伙儿，人生苦短，必须性感。性感不能让波哥独尊，陪同录影的周太太也不服输，严寒夏衣就上演短裤黑丝诱惑，可惜波哥就只顾和新欢玩乐，十足不解风情。东星娱乐整理报道。